野星，野星，野星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出来吧，野星。 已经虚弱到凝聚不了身体了。你要杀我吗？刚才凌雨石要杀我的时候，出现的凌振图，是你吧？我不能在外面之后，再次眼睁睁地看着又死在他手里。可悲的是，我依旧什么都做不了。多谢。 你是贡木烈的启蒙导师，也是他儿时唯一的玩伴。每当我以贡木烈的身份想到这些，我便觉得对你有所亏欠。他，你就是他，你就是贡木烈。我陪着你长大，可是你却为了吴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。你可知道，我已经等了你万年吗？等候万年的苦。 旁人无从理解，积累万年的怨，也并非三言两语就能抵消。可我每每想到凌雨石之于秦烈，再想到贡木烈之于叶仙儿，我便知道你理应受到公平对待。现在，你是以秦烈的身份在跟我说话，还是以贡木烈的身份？我是秦烈。 你想知道什么？如今连黄金势力也冒出来了。我想知道，万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是不会说的，知道太多对你没有好处。你为何千方百计的寻找灵气？因为我不想让你先找到，我不想让你先一步觉醒，我不想让你知道万年前发生过的事情。事到如今。 我是什么也不会说的。你要杀我就杀吧。如今我只有一息尚存，你要杀我易如反掌。那么，我求你一件事，放过雨师，可以吗？我帮不了你。你非要杀他？现在要杀他，已经不是我了。是谁？ 做的最错的事情，就是我以为我能控制杜少阳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